掌跟我念：近缘无好丑，近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明，心若不强明，忘情何处生，忘情何处生，忘情记不起，忘情记不起，真心任辨知，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转变自己闻法的动机。那刚才我们所念的呢，这个近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这个呢是我们东土禅宗的第四代祖师啊，道信禅师传法给牛头山法融禅师的时候呢，所说的、所教导他的一个面对外境的时候呢，如何修行的一个句子。有一次啊，道信禅师呢经过牛头山，就看到那个山上面啊有那个紫气紫云盖覆啊，那个吉祥的云彩盖在一个地方不动，他就知道那个地方啊一定呢有真正的修行人，然后就一路找过去了。果然呢就看到法融禅师啊搭一个小茅棚，坐在一个大石头上面呢啊打坐。法融禅师的定功啊非常深啊，有很多瑞象啊，百鸟衔花呀啊，很多鸟啊都被他这个修行所感动呢啊，衔一些花来献给他，清源献果啊，一些猿猴啊啊摘一些果子来献给他，还有呢这个山里面深山里面有老虎啊，这老虎呢好像很乖顺的猫一样呢待在啊趴在那个禅师打坐的旁边啊，然后呢啊那个法融禅师呢见到那个道信禅师过来呀，那么就交谈佛法啊，那么交谈佛法啊，交谈佛法这个啊时候呢，这老虎呢就起来走动，做一个好像啊，那么呢这个啊老虎起来走动，并且呢叫啊，老虎叫呢吼叫呢，那么这时候呢啊道信禅师呢就做一个害怕的样子，那么啊法融禅师就问他了，说你是祖师啦，是禅宗的祖师啦，有这个在，为什么还要害怕老虎这个在呢啊，那么道信禅师笑一笑，那等到法融禅师进入那个茅棚以后呢啊，那么道信禅师呢就在他打坐的那个大石头上面啊写一个大大的佛字，
然后这个法上禅师一出来一看，哎，石头上面原来打坐石上面有个佛字，他就不敢坐上去了。然后呢，祖师就说：“哦，原来你还有这个灾。”然后呢，这个法上禅师根基很利了，马上就悟入了。悟入之后的话呢，就请道信禅师给他传法。道信禅师就说呢：“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行住坐卧触目欲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名之为佛。这个是我们如何修行啊，行住坐卧触目欲缘，一切呢都是佛的妙用，一切呢都是我们真如自信自信佛的妙用，啊，快乐无忧是名为佛，啊，然后呢就说啊，近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近呢是生活的环境，缘呢是人世的环境，缘分这些啊本身没有好处，只是因为怎么样，只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起分别起执着，所以呢就流转生死。所以诸佛号为正遍知，众生号为性颠倒。诸佛号为正遍知啊，正知呢是心包万法，辨知呢是万法唯心，啊，性颠倒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个身体是我，外在的呢是我所有，啊，所以呢就流转生死了，啊。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显界不动，动来客成，昨天我们把这个克制的意思讲了啊。阿惹多交承诺呢就因为误入克成两个字，就断尽见惑和思惑。大家看四十六面，翻开经文四十六面第二行，又如星际清扬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成像成自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成寂明空，摇动明成，以摇动者名为成意。那么这个尘呢是指我们的思惑，那客呢是见惑了啊，分别外境，原来这个环，原来这个境，原来这个事情，分别了这个事情，也许分别下一个事情，嗯，那么尘呢它是动摇的。这如来说了一个比方，心悸呀，好像呢雨过初晴呢，清新的阳光升起来，清阳升天，光入隙中，光呢透过缝隙呀射进来，就能够看到光中间有灰尘。这个我们都有这个体验啊，一到光线的时候，阳光中看到很多的灰尘，充满灰尘，如果是一整片的光呢，那就看不到的了。虽然这个灰尘在摇动不停啊，但是虚空呢是暂寂不动的，昏暗的呢，虽然我们这个私货啊贪嗔痴慢疑俱生我执在不断的摇动呢，但是我们的真心啊本来不动。所以说啊，虚空寂然啊，真心呢是暂寂
如是，佛陀呢啊给交承诺呢应可啊，是这个样子，你说得很对。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子，屈以复开，开以又屈，为阿难言：汝今何见？释迦牟尼佛呢，他在大众之中啊，把这个手弯曲起来做一个拳头，又伸开来做一个手掌，这样子呢屈以复开啊，开以复合，这样子，然后呢就再问阿难陀：你看到什么了？啊，这一段呢是表示怎么样？表示显见不动啊，我们对外境的时候真心不动。那底下呢，如来放光，阿难这个头呢就左右摇摆，那是表示呢啊，对内身也是显真心不动。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重重开合。我看到如来的手呢在大众之中啊，有时候握为拳头，有时候呢又伸为手掌。佛告阿难：汝见我手重重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是我的手在开合呢，在动呢，还是你那个能见的本性在开合在动呢？阿难呢，现在呢就开悟了，悟到一点点了，前面总是答错啊，这一面开始呢他答对了。阿难言：世尊保守重重开合啊，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不是我能见的本性有开有合。佛言：随动随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佛言：如是。啊，佛陀说你说的对。啊，阿难呢？啊，就回答佛陀的问题：是谁在动呢？啊，阿难陀回答：是佛的手啊，在动。我能见的本性呢尚无有尽呢、啊、尚无有尽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尽呢是相对于动而成立的，先动了现在停下来，这我们称之为尽。所以呢这个见性呢它本来不动，也就没有所谓的尽，谁为无助啊？尽相尚不可得，哪里有动相呢？本来不动，本来不动。佛言：如是。佛陀呢给他应可啊，说你前面的说啊，你能见的本性啊连镜像都没有啊，那里有动呢？这个、啊、说的很对，中心呢无始以来从来就没有动过啊，能见的本性呢啊是不动的。所以呀、啊、这个其实就是开示我们啊修行啊应该是借在境界中间修。这边有个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一直讲，一再强调说我们修行啊最重要的是用真心修行，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行，但是如何去修呢？啊，我们这个心是生灭心，我们凡夫的心都是妄心啊，所以我们道理上明白我们如何去修啊。你打坐吗？压住念头吗？那肯定不对，那是执着于一个镜像啊，法尘分别隐士啊，如何修？在境界中间修啊。啊，所以金刚经啊它后面的内容啊，有一个同修啊、他提了一个金刚经上的问题，明天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个句子，那个偈子其实开始我们如何实际修行啊，在境界之中修，在这个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样子幻化的变动的境界之中悟不生不灭的本性。
见到那个啊，切入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圆觉经上说，十方如来本起因地，皆因缘造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缘造清净觉相啊，这个是直接在本体上修，直接用这个，直接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上修，才能够呢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对我们说，实际如何修呢？就在这个境界之中，去观它是幻化的，不起分别执着啊。明天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它这个《金刚经》这个偈子，它的实修方法了啊。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之中、境界之中悟到不生不灭的本来不动的本性，就能够不为境界所转，就能够悟入。昨天我们说那个句子禅师啊，和他的弟子那个小沙弥啊，怎么悟入的呢？都是因为悟到这个什么显见不动啊，能见的本性不动啊。句子禅师因为见到天龙竖一个手指，他悟入了。悟入什么？境界在动啊。那这个竖手指和放下，这个境界在动啊，但是我这个能见的本性呢是本来不动的啊。这个沙弥被砍掉一个手指，他再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手指的相有变呢，前面有竖起来，现在呢竖起来这个手指没有了，这相在变了，相在动了 啊。我们能见的见性呢不动，因为禅呢它不可以用语言呢来真正的表述所以说啊，报身佛说说真不说假，化身佛呢说假不说真，都是因此而见月呀。因为这个啊，真如实相呢用语言无法透彻地表达，绝代圆融的不是相对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语言都是相对的啊。那个我们说啊，那个啊，无名为缘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中间呢境界为缘长六出啊，这些呢啊，这个寂明自相啊啊妄执啊啊！但是呢，也因为说禅呢，它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呢，有时候用一个动作啊，它就开悟了啊。百丈禅师啊，马祖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呀。百丈禅师怎么开悟的呢？他跟随他的师傅在外面经行啊，看到那个野鸭子飞过去，那。然后呢他的师父就问他，你刚才看到什么了？他说看到一群野鸭子。然后问他说现在在哪里啊？说飞过去了。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要透过这个外相，这个野鸭子见到你这个能见的本性是不动的了啊，是本质具足，是无始就不动的了。你要说飞过去了，这个肯定是打得不切机了。所以呢他的师父呢就扭住他那个鼻子，抓住他鼻子扭他呢，他很痛，突然他就悟入了啊，通过一些动作所以说束缚粘锥一切扬眉蓄目都是道啊都能够令我们悟入了啊。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也有时也是有一些搞误会，也是有一些搞笑的呢。那个笑禅录上面呢就讲了一个
有一个禅师啊，福建的有个禅师啊，他真正开悟了。嗯，所以来参学呢，他那个寺院参学的人就很多。还有个师弟，这禅师有个师弟呢，一个眼睛是好的，一个眼睛呢是瞎掉了。有一次呢，禅师呢就因为出去办事啊，就离开了。正好呢，就有一个来参学的一个比丘来了，然后这个禅师的弟子们呢，就让他去拜见师叔呢，啊，然后呢，啊，这个禅师的师弟呢，就坐在这个法座上，嗯，然后呢，那个参学的人来呢，就向他啊开具，然后顶礼，顶礼之后的话呢，这个参学的人呢，就向这个。像他这个师弟竖一个手指，啊，竖一个手指，然后呢，啊，他师弟呢，就马上就竖两个手指，那像打哑谜一样，又没开，不是真正的开悟了，打哑谜一样。然后呢，那个学人呢就，啊，那个参学人就竖三个手指，然后这个师弟呢就握一个拳头，然后呢。那个参学的人呢马上呢就顶礼，顶礼三拜呢就啊很感谢，顶礼三拜呢就退出去了，啊，退出去以后呢，啊，途中呢就遇到那个回来的那个禅师，就说，哎呀，禅师啊，恭喜啊，你的师弟啊也开悟了。嗯，然后呢，啊，禅师就问他，哦，这个因缘是怎么样子的呢？然后这个参学的人就说，最初啊，我顶礼你的师弟啊，就问他啊，什么是第一义谛呢？我就竖一个手指，什么是第一义谛呢？你的师弟啊，就开示我，要悟入第一义谛啊，要有理入和行入啊，要有理，所以他就竖两个手指啊。这个我们啊达摩祖师的这个二如四横光啊，啊，有理入。即教悟宗啊，直接的呢修这个圆照清净觉相理入，有一些呢是行入啊，随缘恒啊，抱怨恒，乘法恒，无所求恒啊，行入。所以呢他就开始啊说两个什么字，有理入和行入呢可以悟入第一义谛。然后我再问他，如何去修戒定慧三五漏学呢？我就竖三个手指，他就给我开示呢，他就握一个拳头告诉我，戒定慧三五漏学一切法门呢都在一心中修，所以呢我认为啊你那个师弟啊是开悟了，我问你问题啊不要开口啊，他都给我答得很圆满，哎，所以呢我就向他顶礼啊感谢啊，我就退出来了，其实是搞误会了。然后呢这个禅师跑回寺院去啊，一进山门呢，这个师弟就拉住他去告状了，说，哎呀师兄啊，你看这个参学人好可恶啊，我今天啊都可能欺负了，怎么呢，他一进来呀，我坐在这里面啊，哦，他一进来呀就嘲笑我，竖一个手指说我只有一个眼睛。那么我呢想起你平时的教诲呀，这个出家人呢还是要有点修养，所以呢我就没有生气，所以呢我就讲啊，我就竖两个手指头打他，就告诉他呢啊，你有两个眼睛要恭喜你了，也很正常。把你知道呢这个人呢得寸进尺，他马上竖三个手指，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三个眼睛。那么我怎么打他呢？啊，我就拿起拳头来，他莫名其妙顶你就跑掉了。所以呢，这个是啊，那个笑禅路，笑禅路这个很多这个样子的笑话。
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啊。阿兰陀呢啊，那个回答佛呢，说他的能见的本性呢是没有开合的啊，是没有开合的。佛陀呢就给他印证说如是。那底下呢，这个是从外境啊，外境来显我们的心，我们的能见的本性呢是不动的。底下呢啊，是说身体在动，能见的性呢本性呢也是不动的啊。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非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又看，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看。如来呢就为了启发他，千佛轮掌之中啊，放一道光明射到阿难的右边，那么阿难呢回头向右看，又射到左边，阿难又回头向左看。佛告阿难：乳头今日因何摇动？你头今天为什么摇来摆去呢？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光头自摇动。因为我看到如来呀，有两道光明射过来，所以我的头呢左右来看。阿难：汝盼佛光，这个盼是看啊，看的意思呢。汝盼佛光左右动头，唯汝头动，唯复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你能见的本性在动呢？阿难陀呢还是有点开悟了，所以呢他回答的都比较正确。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啊？是我的头呢在动，我能见的本性呢没有动啊。那佛言如是啊，尚无有止啊，谁为摇动？能见的本性呢，它也没有一个静之相，它也没有一个动的相，没有一个动摇的相。所以前面呢那个怎么样，前面那个如来的掌啊正中开合啊，那这个见性呢，能见的性呢是不动的，这个是主客意。这个掌在开合呢，比喻这个客啊在动，在来来去去，也比喻我们这个见货去分别外境呢、啊，分别了这个事物，分别那个事物，再来来去去。但是我们能见的本性如主人呢，安稳不动，没有动力，这是主客意。这里面呢是成空意，我们能见的本性呢如虚空。那么这个对境生烦恼，生这个思惑呢，贪嗔痴慢疑呢，摇动不停呢，就好像阿难的头在这里摇动不停一样。虽然头摇动不停，但是能见之性呢不动啊，它尚没有静止相，哪里有摇动相呢？也就是说本来不动。佛言如是。佛说对，你说的对。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寂中念念生灭，疑失真性，颠倒形式，信心失真，任物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这个把我们迷惑颠倒的本质呢说透了。为什么你要以这个动力为你的身体呢？以这个动力为你的啊为境呢？都是怎么样，都是颠倒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圆觉上说众生因为迷执啊，被觉合成呢，所以呢执着于
四大假合之体为我的身体身见呢、啊见惑、实际上这是真正的我吗？啊，这个四大假合体是真正的我吗？它不过是怎么样，不过是这个妄心啊，只取一点点，只取少分的地水火风，想象为身呢，合起来设法啊，就是地水火风物质，妄想呢就是妄心啊，就是受想行识，合起来形成五蕴众生呢，啊，所以啊，阿难陀呢啊，他能够在这个摇动的身境之中了知不动的见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根之中呢啊，要知道呢，它还有一个不动摇的不动的一个定体呢，那就是妙奢摩他微密光照最初方便了啊。所以啊，你看到我的手在开合，你的剑呢，你能见我这个手在开合的这个本性呢，是没有开合，没有舒卷呢，啊，没有开合的。那为什么你要认这个生灭无常的这个身体为我呢？为什么要认这个不断的在攀缘外境的六尘缘影心为我的心呢？为什么要认妄心为真心呢？啊，从始记中念念生灭已是真性呢、啊、所以呢，因为认这个生灭的生生灭灭的妄心为真心，所以就已是真性呢、啊。啊，认妄已真呢、啊，这个已是啊，也不是真正已是，只是说它的用啊显不出来了啊，所以颠倒形式啊。因为执着于四大假合之体为我，外在的环境是我所啊，我所生存的世界，我所有的物品，这样子呢，就有了分别、计较、执着，就不断地呢向外去攀援啊，去追寻，所以呢，就会分别执着。迷惑颠倒，就会造恶业，就会感恶果。信心失真，任务为己呀、啊！啊，凡夫因为啊妄着，以妄着这个色身呢，就是啊，就是主人，其实错了，就是我。这色身是幻身呢、啊，好像客人一样。在不断的生生灭灭，人在一刹那一刹那的衰老啊，啊，这是这个世界上面每一天都有5000人，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又没醒来了，那终有一天我们也是这个5000人之一呀、啊，走得通吗？哎，无常，能够在这个无常之中悟道显发。不生不灭的真如妙心，那么就是明心见性了。所以这个幻身呢、啊，这个色身是客人呢、啊，那你不要认取这个幻身做你的真身呢、啊。那一个月大概一个月，全身的血就已经换了一遍了啊。所以说，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呀、啊，啊，你不要执着于它。以动为静，执着于身体是使我，执着于这个境界呢，变化不停的境界呢，执着于是我所啊，懂呢？啊，我
所生存的世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所有的财产，那么不能够了解万法唯心呢，所以就有了法执啊，执着于这个身体啊，是我啊，身见呢，所以呢就颠倒形式，颠倒是惑啊，形式呢是业啊，因为颠倒啊，因为迷惑，所以呢就造恶业啊，所以呢就会甘苦果，任物为己呀、啊，这个四个字呢，就是我们的病根。任物为己，把这个物体，把这个外物认为是自己，因为迷失呢，就错认这个内在的四大地水火风啊，这个躯壳认为是我，错认外在的四大地水火风。所形成的这个环境呢，认为是我所，所以说呢是任物为己，轮回四周，自取流转啊。所以轮回在课程当中，烦恼当中，妄想当中，轮回在六道当中，自取流转啊，是咎由自取啊，不是谁在决定啊，是自己迷惑颠倒了，造恶业，甘苦果，啊，自己任务为己，所以呢，流转生死。那么，这个呢，就是将这个显见不动了，啊，想法出来了，嗯，所以大家不要好像那个啊，《笑场录》上面所讲的他那个师弟那样子啊。认为人家是嘲笑他了啊，三个手指是两个人加起来三个眼睛呢，那样子哎，就是很迷惑啊，完全都没有悟入啊啊。底下呢是第三番显见，显见不灭。那我们看五十一面，这里面呢是讲同毛光合，显见不灭。这里面呢啊，波斯匿王起来请法，起来请法呢，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是生灭的，是吧？你十岁的身体不同于二十岁的身体，你六十岁的身体比五十岁的身体又衰老了，它是不断的生灭之中，在灭啊，身体在刹那的灭啊，一天一天走向死亡啊，所以会灭啊。但是你这个人间的本性，人间的本性会灭吗？不会灭的，显见不灭。怎么可以证明不灭呢？你三岁的时候所看到的恒河，跟你现在六十二岁，就讲波斯匿王了啊，跟你现在六十二岁呢所看到的恒河有没有不同呢？没有不同。那就是说人间的本性呢没有变化，是不灭的。你的身体啊，你三岁的身体跟六十二岁的身体，那相差太远了，那是它不断的在走向灭，走向灭亡啊。所以呢，前面的显见是心呢，比如说我们真心呢是离缘独立的。第二个显见不动呢，是真心离境离身。不动，境界在动，身在动，但是人间的本性不动啊。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慧，身心泰然，听到如来的开示啊，都欢喜自在，身心啊安乐。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成分别隐士，今日开悟，如失汝儿，呼吁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阿兰陀语或者那种听闻的佛陀这样子的妙法开示呢，身心泰然啊，好像我们说二祖慧可啊，求初祖安心呢，初祖呢就问他，你将心拿出来我给你安，然后他就思维怎么样，密心了不可得啊，七方破处啊，七方破处呢就怎么样，破妄显真呢，这个了不可得力无法指明在哪一个地方里，就是真心呢。所以达摩祖师说，于汝安心静呢，我给你把心安好了，这里面大众呢也是闻如来说法呢，所以也就身心泰然了啊。所以呢就忏悔啊，无始以来失却本心呢，无始以来失却本心，这个失却是方便说了，本心呢真如妙心呢是不可能失的了，但是因为我们迷惑颠倒了，所以呢它的妙用呢显化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不失，说它失了，失去了、本自具足的智慧福德神通三昧辩才都不能显化出来了啊，性德显化不出来，所以呢无失而说失。其实我们真心呢不离当念呢，本具真心不离当念啊，终日行而不自觉，终日呢日用云为啊，都是真心的妙用，我们不能觉悟啊，所以呢使这个真心不思而思，如思汝儿呼吁慈母，思汝儿母呢是比喻佛陀，汝呢是比喻佛所说的妙法，佛陀说妙法来滋长我们的法身慧命，令我们开始悟入，这好像小孩子呢吃了母亲的乳汁呢可以长大。儿呢是表示阿兰呢，指阿兰和与会的大众啊，也是指我们呢啊，你失去乳汁力，小孩子呢生命啊危在旦夕啊，我们一切众生呢因为任妄为真呢，任妄心为真心呢，所以颠倒执着流浪六道轮回啊，流浪生死啊，往受轮回，虚生浪死，慧命将亡啊，慧命呢也是危在旦夕啊，现在呢能够遇到如来所说的妙法，能够悟入，能够见到见自本性实自本心呢，所以法身慧命呢能够得以延续。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啊。那么就希望呢听到如来更进一步地来开示身心之中啊，身心之中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妄的，哪些是虚的，哪些是实的。阿兰陀已经悟到我们的身心之中啊，有真有妄，有虚有实啊。那肉身呢是虚幻的，能见的本性呢，真心呢是真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躯壳，这个四大假合的幻身呢有生灭，真如本性呢不生不灭，所以说啊，现前生灭与不生灭，肉身有生灭，法身呢不生不灭，不可以离开这个现前的境去修正，去悟入，去显发不生不灭的本性。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呢，真心呢，这诸佛呢就是
神通妙用。在众生呢，就是妄想尘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了，一定要知道了啊。我们的妄想尘劳啊，实际上怎么样，它还是真如本性的用啊。你说你断掉烦恼怎么可能呢？只能转了，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啊。所以这个是真实说，好像水与波的关系一样，真如本体如水，妄想尘劳烦恼如波，你把这个波去掉了，水还有吗？所以说实际上呢，只要我们能够悟入啊，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啊，在这个生灭的世界之中，悟到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在虚幻的肉身之中显发啊真实的如来藏，如来藏性。二法明性啊，二法明性呢，也就是说不动的能见本性的啊，能见的本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它不离开这个不断生灭变化动摇的四大假合的色身啊。所以呢，阿难陀请求佛陀呢能够开示，能够指明，以免呢颠倒形式啊，任务为己啊。所以请求呢啊，与会的大众呢虽然没有开口啊，但是呢心中间啊，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都希望如来呢能够进一步的开示。所以我们这个大菩提首楞严啊，其实大家要明白特别重要的啊，是前面的四卷啊，前面的三卷到四卷的内容呢，都是令我们开示悟入佛之见呢，树立我们的见地啊，这个最重要的啊。这个见地没有树立好呢，不管你怎么修啊，都是用生灭心去修，不可能成就，不可能有大成就啊。是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们前面讲过了啊，波斯匿王啊，他也是大权示现的菩萨啊。他与佛呢同时出生，起立白佛啊，向佛呢来请法了。我昔未曾诸佛会赐，见迦瞻言毗罗之子贤言，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我虽执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贤皆愿闻。这个波斯匿王呢，他前面啊没有在佛这边皈依啊，没有遇到佛之前呢，他见过两个外道啊，迦瞻延，一个是迦瞻延，一个是呢毗罗之子。这两个外道都是断见外道啊，断见外道。迦瞻延是姓呢，迦罗鸠陀是名，是外道六识之一呀。这个迦瞻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我们佛的弟子里面那个迦瞻延了，这是个外道来的啊。他的名字呢，他的名呢是叫做啊迦罗鸠陀。他呢邪见呢，就是执着于认为啊，众生呢都是自在天，都是摩悉首罗天呢所
创造出来的。刚才我们有些宗教说，哦，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邪迹啊，邪执啊，邪见啊。毗罗之子呢，毗罗之是他母亲的名字，所以从母立名呢，他就啊邪见认为呢，苦乐的一切果报啊，现在受果没有，过去呢没有因，未来呢也没有果，所以说现在无因呢，未来无果，这个两种外道都是断见的啊。这个两个外道呢就告诉这个波斯匿王说，此生死后断灭呀，名为涅槃。跟我们有些人一样啊，认为呢人死啊如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是涅槃了，断见啊，断见外道。那么波斯匿王他就有一个疑问呢，我现在呢虽然遇到了佛陀您，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疑虑，请佛陀能够给我开示证明，怎么样证明此心不生灭地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呢会死掉，对不对，一天天在衰老嘛，但是呢我请佛陀给我开示呢，我这个真心呢它不会灭。所以呢现在与会的大众啊，有漏啊，有烦恼呢，没有误入圣道的呢，都愿意听闻佛陀的开示。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啊问汝，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唯复变坏。佛陀呢就跟波斯匿王说，你的身体现在还在呀，还活着呀，现在我问你呢，你的肉身是好像金刚一样，金刚石一样的呀，常住不朽呢，还是肯定会有一天会变坏，会死亡呢，这个躯壳会死掉呢。世尊，我今此生终从变灭啊。波斯匿王说，我的身体啊肯定有一天会变坏。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之灭？你现在还没有死，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死呢？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云，运亡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国师密王呢他就说，我怎么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死呢？有几个，一个是比量的推理，有三个办法啊，一个是比量的推理啊，一个是通过推理，一个是通过比量类比，第三个呢就是经验了啊。经验推理是怎么样，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啊，我看我的念头我就知道了，那我这个念头在一个念头生善啊，那么后一个念头生，前一个念头灭，在不断的生灭啊，心心不住啊啊，没有哪个念头能够长期的不动，住在这里不动啊。所以呢我知道呢我有一天会死掉。还有呢就是如果成灰，就是通过推理啊，通过类比来知道，好像一个木头在烧，这木头呢在烧的话呢，它不断的就化为灰，化为灰，所以的话呢肯定会有烧掉的，肯定会有烧掉的一天啊。那么同样的，我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啊，好像这个燃烧的木头一样，好像一个点燃的蜡烛一样啊，肯定会有灭的一天呢啊。然后呢经验上面也可以知道啊，我看周围的人呢啊，年纪老的一个一个都去了啊，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了，每个人走不脱的了啊。所以呢我知道我这个身体呢肯定呢会灭掉啊。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灵已从衰老，
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你现在已经老了，你这个相貌啊，跟童年时候是不是相？